过河跳拆板，跳桥。板。这边有个关羽蛮麻烦的，也不知道关羽是不是自己人，最好还是留满手牌过。啥？所以说这个过拆我留一下，而且啥还呀？是个大点，护驾也没有。恩义断，义当绝。自己人。逆贼，哪里走？五谷丰登。给关羽杀吧，我防御力比较高，拿藤甲这种东西无所谓。能进能退，乃军先阵斩杀法敌，器。一马当先。我天，这借关羽就要被捅死了，敌将休走，可敢与我一战？这个就没办法了。杀！火杀！天命摸到闪的概率怎么可能有43%那么高啊？闪只有24张，给个桃，给个桃。天命摸到闪的概率大概在38%左右，无中还好生是救起来了，不过已经是最后一个桃了。这张过过拆河等一拆下就桥，拆这个，哎呀好。无懈可击。顺手牵羊，无懈可击。马岱的技能要改吗？是有什么改不改的？顺手牵羊，改不改又不是我说了算。伤敌于千里之外。杀！杀！杀！这个赵云也是苦，要不把关羽收了吧？大汉收不到关羽，这个有可能关羽反过来被袁术砍死了，那就不好了。铁索连环，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三个桃子呀。哎呦，关羽啊，你可别死啊！三个桃子都是关羽的。嗯，灵童呢？灵童也是惨。哎呀，关羽还是死了，好难打。哎，吕蒙救了，但是人家袁术还有距离。火杀！曹仁大概是内奸。桃园一败，恩义常在。如果最后杀出来赵云是内奸的话，那就非常难打了。虎攻，如果赵云是忠的话呢，还行；赵云是忠的话呢，还是可以打的。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过河拆桥，杀！
袁术把南蛮给丢了，好奇怪，他把南蛮丢了，就是不想打死赵云嘛。蓄力待时，不争首功。虎上，这日子好难啊！这曹仁杀的是吕蒙。这，到这个地步了，杀，不杀也得杀了。真的杀出来是内，我也没办法。还得把他勒上，勒这个南蛮入侵留一下吧。哎，这吕蒙又离线了，这怎么玩呀？那是没法玩。要靠打口牌来告诉别人你是内的，这种逗逼。大汉天下已半入我手，决斗无懈可击。九，杀，闪。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杀，哎呀，你给我等着。内奸第一轮这么打吗？就是找死呀。决斗。这是无法游戏了呀！准备突围，这仇我记下了。这尼玛，我真是服了。唉，要不拆连弩吧？过河拆桥，无懈可击。其实都一样的，我拆他拆连弩都一样，反正他肯定都无懈的。先让你得意几天。我是最后一个位置嘛，倒也算了。鞋都打成这样了，想赢真是比登天还难。把俩装备扒了。千里之外。索命于须臾之间。大汉天下，天下我有我手。铁索连环。铁索连环。加一马装上。这仇我记下。感觉灵统还是随时要死啊。虎攻，雷杀，这家伙还要杀灵统，怎么玩呀、啊？看天下已半入我手，南蛮入侵，我怎么可能不装加一啊？我不装加一，我不装加一，死的人就是我，好吗？教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这个南蛮入侵有弹用啊！先让你得意，我要是他们就不打南蛮入侵了。雷杀，
杀。赵云慢着他去死好了。这南蛮入侵，我不知道曹操吸了干嘛。这就是失败的滋味吗？你说这个南蛮入侵他吸了有什么用啊？天下我有，想不通呀。休整片刻，且待我杀出一条血路。曹仁跟袁术，铁锁连环。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他摸到铁锁连环了，这林冲可能要跪了。九雷杀可能是。雷杀。没办法。大丈夫不惧死。二打一都打不过，更不要说是三打一。乐不思蜀，还中乐了，哎，怎么办？杀曹操根本杀不动，因为曹操有护驾。起兵列队，准备突围。杀。这仇我记下了。我就强行觉醒了。欲取天下，当在此时。先回体力吧，这中乐了，毕竟。这仇我记下了。机会还是有的。大汉天下，两个男一个万入我手。九杀。哎呦我的妈，玉玺在手，我也是倒霉。天下我有。顺手牵羊。无懈可击。哎呀，这八卦他们一点用都没有，还反过来要被人顺了，他们还有无懈。好了，万箭被顺走了。火杀。先让你得意几天。这是苦啊。五谷丰登。又被人，关键是我的万箭被他拿，被他摸走了。妨碍我的人都得死。袁术，曹操手里有过河，曹操手里有无懈，把他无懈打掉。无懈可击，南蛮入侵。杀。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先让你得意，假装自己没讨子。起兵列队，准备入我手。顺手牵羊。杀。打不死袁术啊，双护驾。休整片刻，且待我杀出一条血路。这仇我记下了，此地容不下你。铁锁连环，试看能不能把无懈骗出来。任你横行霸道，我自岿然不动。顺手牵羊。杀。你们都得听我的号令。闪。这差子在留着。大汉天下还能打，入我手。顺手牵羊，无懈可击。
虽然希望渺茫，但是还不是到放弃的时候呀。雷杀！我去！先让你得意几天。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铁锁连环。他开始浪了，他们觉得我死定了。这个桃为什么不吃？雷杀！这不是逗我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桃为什么不吃？这个桃就是你们的丧钟呀！我记下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桃为什么不吃？这个桃就是你们的丧钟。此地容不下你。过河拆桥。这个桃，就是你们的丧钟。大有为，洒家这辈子值了。他们也不看看站在他们面前的人是谁。